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，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，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。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，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。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，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。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，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。其实我最怀念艺校的那段时光啊，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。凭着一副能唱歌的喉咙啊，生活过得不是那么紧张。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，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。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，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。什么时候有了香港，香港人又是怎那样，他可以来沈阳，我不能去香港。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，给我盖上大。